这边最贵的一只，然后它的价钱跑了。我现在去把它放过来给你们看。Oh my god！ 哇，这是只，对，大家好，欢迎回来 AutoSmatics， 我是 Oliver， 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请记得订阅并且开启旁边的小铃铛，还有 follow 我们的 IG。 OK， 又今天呢，看到我的这个背景呢就知道我不是来介绍美食的，今天呢我是要来看猫猫的。其实今天的这一集呢是带给那些爱猫人士呢，今天这一集是给你们的福利。为什么呢？我相信啊，只要有玩抖音啊玩 TikTok 的朋友们网友们，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到在这些平台上面呢都很容易就刷到这个品种的猫猫。那这个猫猫是什么品种呢？它就叫做 British Short Hair， 英国短毛猫。全斯我只有这个老板呢，他的家有这个品种的猫。那我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爱猫的人士，很多懂我的人啊都知道我的家呢已经有领养了六只猫咪。对，我有领养六只猫咪，可是呢这一种品种呢你是领养不到的哈。所以呢今天我就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老板的家参观参观啊。所以呢我们二话不多说直接进去吧， Let's go。 Yo， 现在大家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老板的家 Jeffrey。Yeah， 然后呢，它这里真的是超多猫的 ，Oh my god， 我已经爱上这里了哈，因为真的太可爱了，希望呢可以找到一只我自己喜欢的，太可爱了。现在带你进去参观参观的，可以，没问题。Oh yeah， 哇哦，哇哦 ，British Short Hair， 这个啊 ，Super Shepherd， 哦 ，Super Shepherd， 嗯，这个叫银渐层对吗？对，银渐层。哦，你还会开吗？这个就还在 baby 哦，这些都是 baby 的哈。全部都是同一个妈妈吗？不同，全部不同啊。这个就是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引进车吗？哦，就是看它的颜色就可以知道了。对，它有它的尾巴有一个黑色的点。哦，这叫引进车。然后普通的就是灰色吗？对，灰色是我们的。哦，这只大只哦，大家。哇，哇，这只真的是美到又大只。它叫什么名字啊？大只哦。我看你们这边最大只的 British Short Hair 就是它了哈。对，太帅了。这种呢是英国短毛，可是它是短脚的，它是短脚的，短脚的，比较稀有了。短脚应该是更贵了。对对对，因为它比较稀有啊。这样子可以爆出来吗？可以可以。对啊，他们会怕我吗？不会。Oh my god， 很 Q 哎。这只叫什么名呢 ？Juno。Juno， 嗨 Juno。对，好了好了。这样子一只要多少钱？短腿最比较贵一点，它会比长的贵，而且它的颜色又美哦。因为他们怎样讲，他们是 random 嘛，好像你们短腿不可以打短腿，它就会快到。哦，这哦 ，OK。所以短腿一定要打长的，然后还要搏咯，还要搏50-50咯。哇，有时候是完全没有拿到的，所以短腿就摸这么贵，就是因为它这种的原因嘛。了解了解了解，这里是多少钱的？这种差不多会超过5000以上。哦，都是5000以上。普通的是多少钱呢？2000-4000，或者2000-5000都有的，要看它的 quality 了。quality 哦。对。它的 quality 通常是看什么？它的脸哦。哦，脸。它的毛会脸毛，脸毛来它的骨会大不会大？哦，了解了解。这些呢，这边上面的这些都是 British Short Hair 的，对，只是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品种不一样，可是它还是在 British Short Hair。哦 ，British Short 其实是一个最大的 category， 然后他们上面分支很多出来，很多颜色，很多品种不一样哦。然后不是还有折耳的？对，折耳就属于是怎么了？它的耳朵是折下去了。这只哦，没耳朵啊，它的耳朵。所以这样子折耳的话，也是价钱又是标了咯。对，后来也是要看它多少折咯。像这种是属于满折的咯。像这种是属于没有这么折咯。哦，你会看到好像啊，它的耳朵现在一半一半啊。我们这种我们叫 half four。哦 ，half four。嗯。哦，那是 full four。如果啦，短腿跟折耳哪个比较贵？短腿。哦，短腿哦，短腿比较贵啦。对对。像这个的话，它的价钱就没有盖短腿的贵咯。对对对对。但有没有短腿又同时又折耳呢？有，也是有，有，那个是天价了，这边有啊，对对，你这边有啊嘞，我这边还有 baby 有生出来，我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确定有没有咯？哇，你看是哪一只嘛？我比较喜欢这个白色这一只，因为它很喜欢黏我，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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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非常好客，这一只非常好客，后面两只也是吗？那两只，有可能比较远，出去跟他玩看看，两只，会吗？他可能害羞，他们知道。这只啊，哦，哎呀，我有爬到这么高去。哎，啊，这只就不要。啊，这只哈，这只也是好美，越看越美哦，肥肥矮矮这样。咦，
除了这边的话，还有还是有啊，还有那边哦哦，比较多是放我的公猫，公猫比较多，这边更大间哦，对不对？哇，这只有一只，哇，这只更大，很黏人哦，哎，这只很黏人嘞，还要出来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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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Hello。这只叫什么呢 ？Kenzo，Kenzo， 哇，这个名字听过就很霸气一样。Hi Kenzo， 你好吗 ？Kenzo， 哇，它有未来吹风扇有没有？哇，知道天气热，风扇有冷气，有冷气，这个猫比你还舒服哦。舒服，是的，这个猫这生活感觉比我舒服。Oh my god， 你有看到后面这个吗？无毛猫，哇，你这里也有无毛猫啊？很难，这个很稀有哦，这个很稀有。然后，可是这个我不建议给初学者。去领养，对，去养，他有他自己的胸部，还有用他自己的本身的，他连吃的东西啊，对，吃的东西也是会比较稍微敏感，所以我不建议给初学者。OK， 这样子，听说这个品种啊，它很贵的嘛，在外面啊。对，在这里呢，它的价钱会跑到多少？差不多也是要4000以上。哦，也是4000以上哇。对。哇哦，这边我这边是比较大只，很多比较大。对，因为通常是我的 breeder 啦。哦 ，breeder。嗯，我的公猫。这边超可爱的，对。那这边全部他们的。哇，很多，超多。哇哦，那只很美，那只超美的。你怎么会看？可可爱。会出来吗？不会呀。应该不会的。不会出来。这些都是你 breeder 哦 ，breeder， 这个就是 Shepherd 咯，哦，它是属于折耳的咯，哦，折哦，你看它的耳朵，它是属于折耳的，哦，折耳的，对 ，Primo， 它叫 Primo， 呜呜呜，它是属于比较温驯，温驯一点吧，这只呢，这只是短脚，哦，短脚，很短哦，可爱些。Oh my god， 太可爱了！你看，这么你这么可爱，我这只很 cute， 可以拍下来哟。这只也是很酷哟，对，这是英国短毛，这只是经典色。哦，这只是 classic 的 classic 的颜色。哦，这只很 classic， 看过去这只很 classic。看过去就不友善。嗯，感觉，你看，哇哦，也是很美耶。好像 British Shorthair 的眼睛都是这个颜色吗？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哈。是讲有分哦，就好像 Silver Shorthair 他们的眼睛通常都是青色嘛。哦，青色。哦，是。我 Silver 就是青色。对。然后经典的是 Orange 色。Orange 色，对。哦，这个也是 Orange 色。可是他们 Baby 时候，他们的眼睛都是蓝色。哦，他们到多久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才会？3个月。哦，3个月才会变色，就会变色了。这些现在是属于1个月哈。1个月半。哦，1个月半。嗯。宠物不同妈妈生的了，对，这些宠物都是有人的啊，还有一些的，还有，但是我相信美的几只应该都是有人的好了，对，啊，哎，这只也是短腿啊，对，短腿，哦，这是妈妈，哦，那还是 baby， 刚刚生，不久，哦，那这只我想问你一下哦，这边最贵的一只，然后它的价钱好多少？哦，最贵的啊，最贵的是哪一只？就在隔壁，我现在去把它抱过来给你们看。哦，可以，没问题。哇哦，最贵了，猜一下有多少？我猜应该，哎，他刚才都是讲4000多到8000的，我觉得这只应该差不多1万，差不多1万，我相信的。Oh my god！ 哇哦，就这只，对，多少？这只要赔是吧？你有猜对哦，我有猜对，1万多吗？1万多，1万，你猜1万？1万吗？1万，是多少呢？12000多。哦，包买机费那些。确实，这么大只哦。那品种啊，那血统好了。这个血统真的好。对，它的血统会比较好。我比较期待这一只的 baby。啊，这 baby， 它的下一个，它已经有在繁殖了吗？还没有，因为才刚刚到不久。哦，才刚刚到不久，要给它先适应一点哦。这样子的，这次有宝宝的时候记得通知一下。没问题。哇，嗨，你看我哎。他在看这个毛。
不是，真的是 impressive， 真的是 impressive。我相信啊，现在呢，我们讲到这些价钱的东西啊，应该会有很多网友就会在下面反驳了，就讲什么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领养代替购买类似这样的东西了。但是我告诉你们呢、啊，我自己本身呢，我的家已经有领养了六只猫咪了，六只。因为这一种品种 British Shorthair 是我们在抖音上面看到的，然后而且它们很可爱，然后变成说我想要养这种猫，可是我找不到，所以呢，我打听了过后就知道只有你有卖，那算我今天才会来到这里。如果有网友啊跟我一模一样啊，也是要找英国短毛猫 British Shorthair 的话，就可以联络 Jeffrey， 他这里这个是超多只的，你们可以慢慢来看，你要折耳啊，你要短腿啊，你要什么颜色它都有，我相信的、啊、哦，都是红色的。没有。今天呢，来到这里呢，我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很兴奋，真的，我真的很想抱一只回去哦。讲真的，真的太美了。走，今天这个视频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那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欢迎们请继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见，拜拜。